主人公的名字是不要大冬天啊，烂死烂！那我跟你讲，只有智障才会取这种啊，没有，就是只有高智商才会取这种名字，好不好？像我这种智障没办法取这种名字，绅士，乌盲点绅士，就喜欢奔狼了啊！啊，这个要喝一口水。我们听到一个关于豪宅的传言，小宅外面呢，听说有只怪物住在里面。什么怪物啊？这里面还挺漂亮的，卓郎。美香说：“总觉得有点冷啊。”喂喂，我们快回去吧。怎么了？我难道你害怕了吗？五，为什么我感觉有点鸡的感觉？喂喂，还是回去啦。哼，像笨蛋一样，无盲点绅士这么说了。怪物什么的，根本就不科学。喂喂，无盲点试试，小心呐、啊！哎呦，门锁住了。哎呦，哎，玻璃破了啊，盘子破了，有个坏掉的盘子，得到了盘子的碎片，这个进去吗？门锁住了。哎，人不见了。嗯，盲点都不见了。大家呢？找去倒啊啦！Hello， 门打不开，没办法开吗？那去别的地方啊。都打不开啊。会不会要从另外？哎，进去了、欸。你死定了！别人叫我别进，我偏偏就是要进。人家就说里面有危险，还进去？可恶！见红了吧？无盲点绅士，你怎么会死掉啦？打无盲点绅士兔 B， 无盲点绅士 B， 去二楼看一下好了。这谁画的？画的跟什么一样？好烂哦、喔！会不会画、啊？那不是地图吗？要不要我教你画、啊？哎、嗯欸，想一想，干嘛啦？哎、欸，泥是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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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是这种抖吧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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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没反应啊！五是干嘛的？那就躲起来了。弱哎、欸，害怕吧？不对不对，我觉得一定有什么蹊跷，找一下。是拖椅子，是 TP 啊、不是是 HKAEA 的队长，图书馆钥匙，图书馆哪里啊？楼上吗？图书馆哪里？一楼吗？找一下，这里吗？哎、欸哦，真的好强啊！好厉害哦！金凯出来了，好 Q 啊、嗯、！Hello， 他不见了耶？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人。存档。你确定你有存吗？没有。很可爱啊。嗯，得到了卧室的钥匙。屁股好翘哦！哎，怎么了吗？我一人骑一台的，要不然凤凰飞过来。啊，多了多了多了。OK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哎，什么门啊？门后面没有墙，门后面是墙壁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东西啊！啊，吓死了！啊，卧室的钥匙啊！瞬间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卧室啊。主角莫名其妙来到卧室干什么？没东西啊。有东西吗 ？OK， 拜拜拜拜。哎，密道！哎呦，厉害了！哎呦。哦，金库钥匙9869，不是啊，拜拜拜拜，好啦，我觉得我真的破蛮快的，钢琴上面有血迹哦，嗯，出去看一下好了，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好了，看一下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五哥，出来面对啊，五哥，哎、欸，五哥不见了，五哥呢，得到了手帕。可是五哥跑哪里去了、啊？他该不在这边？不是还在这边吗？
手帕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了。所以我们要拿那个手帕，哦，这是五的手帕。然后一个男生呢，拿了另外一个男生的手帕，到底是干嘛？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。还是要沾水。刚才有观众说要沾水，是不是？那沾水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去一楼的那个厨房看一下。好，一楼厨房应该是有水的，我不知道。快进去，快点！该不会五哥被拖进去？啪啪啪啦啪啪！没有啊，这个呢，黑黑的。得到了十字螺丝刀。哎呦，那可以沾水吗？试试看啊，不行，也是不行。这样啊，洗涤剂，是不是要拿洗涤剂去擦它？你不用看看、啊。要在手帕上面涂抹肥皂吗？我觉得肥皂应该要留给那个留给武用啊，他应该很需要肥皂啊。这样呢，没有用啊。手帕，实用的手帕来擦拭钢琴。六七九，嗯，这叫什么意思？六七九啊，六七九，嗯，黑色钢琴键嘛，六七九，好吧，我不懂。啊！六七九，吓死了！这什么东西？六七九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懂了啦！我不懂。哦哦哦！我会，会，会，会！哇，你好强哦！这样对不对？然后这样，它就是它钢琴键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黑键两边是一个是这样 L 型，一个是这样凹型。一个是这样 L 型、凸型啊，你让他们看不懂吗？随便啦，六七九。然后这个应该是，其实我不太懂。他就那个啊，你要看他刚刚不是三个数字？啊，四个，你看应该四个数字。六六七。没有，你看他刚刚那个键，他刚刚那个键，那个键的方向。我知道。那反过来呢？七是凹的嘛，六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是反过来，是多少？六是这样嘛，然后反过来九，所以最后一个数字是六，然后这个应该是九，这个，然后这个是七，这一定是七，然后这个是九，九七九六，有开吗？没开，蠢。因为这它是整个键盘倒过来，你看得懂吗？他把他键盘整个倒过来了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就是六七九，然后六七九嘛，对不对、然后如果说你倒过来之后变成这样，就是六九七六九七，看懂了吧？开了好啊，其实蛮有趣的，没有开，没有开，没有开，讲解那么多，算了啦，好看一下看一下，看不啦。我智商都是低嘛，怎么样啦啊？我就是低能儿，嘿嘿！我就是低能儿，嘿嘿！是刚刚六七九九啦？不是，怎么是六七九九？不对啊！试看看嘛。我就想说六七九九嘛，这么拖延我时间。好啦，获得了一个钥匙啊、小孩房间钥匙。OK， 那我们下去小房间看，小房间在哪里啊？楼上吗？这里还没来过啊。你看是不是神？哎、欸，咋不哎？哇塞，无盲点绅士 B， 你没事吧？其他人呢？不知道，可是躲起来了。是吗？和我一起走吧。开什么玩笑？有鬼在那徘徊、欸。好吧。卓郎。原来他深爱的卓郎，
不过这个是个B 开头的这个生物啊。椅子东西没东西，哎、欸，哦，椅子可以推，有吗？这里啊。真的，你眼力好尖哦，你眼睛好尖哦，尖眼呢、欸、哈、哦，尖眼是什么？打火机油什么？打火机油能干嘛？看一下啊，打火机油装着打火机的罐子啊，这打火机可以来烧它吗？看看啊，螺丝刀捅死它，不行，烧死它也不行，啊，算了啦，烂游戏啦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再拿到打火机哦、喔。哎呦！不吓我呀！你不要这样子。一个拖怪的概念。拖怪的概念。哎、欸，怎么拖进来跑了？卓兰，我拖给他哎、欸。有人说我又吓了一跳。爽啦！这里吗？谁？哎、欸，卓郎，卓郎，雾盲点，雾盲点生士兵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怎么了？盲点生士兵，你也看见了吧？那个怪物，嗯，真是难以置信，居然有这种生物存在。出口全被封住了，我们被关起来了。这样啊？我们分开探索吧，我去找看看。拜托你了。为什么你要帮？配音就是因为爽啊，因为卓郎就是蠢的感觉、欸、为什么是一片薄纸，奇怪的门，好吧，去看一下、欸、open 了，门锁住了，这边呢不能过、哦欸、这边墙壁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壁纸、嗯、好像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能开吗？你看你的物品有没有东西、啊、就我觉得真的很好笑，就是不为什么恐怖游戏或恐怖剧情片人总是要分开，因为你不能走一起，对不对？走一起就一起对抗那怪物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分开？那很蠢，对不对？就是白痴的那个你好好看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而且他有画像，他下面有画一个白色的眼睛，可爱，可爱，放金鬼！哎哎，没路走！用椅子大法会，那、哦，哎，他怎么还在追你啊？拖怪！先杀他，先杀他啦！等一下，那边有人被冻啊！不杀他哦！保怀都不会。哎，没了啊！敌外后边了哈！好了，这里吗？不会出来一次吧？没有那么强吧？好了，现在可以进到那个，为什么会忽然变合适的房子？有东西，得到了打火机啊！哎、欸，你刚刚那个油是不是可以？对，所以你们跟它组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油跟那个打火机合在一起。好的，打火机就这样忽然充满了油，所以那时候把它烧掉，对不对？烧看好了，看来应该不是它烧掉，乱七八糟，割破了。全部都弄一次。噔噔噔，我觉得应该有东西，没有门把的门打不开，嘿，直接把它撞开哦。卓郎，我去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变形。他忽然闪，从卓郎怎么？卓郎，无盲点神是 B， 哎、欸，有没有？这时候都可以上了，对不对？中了。到底要上什么、啊？守株待兔的概念啊。那那个抖还在那边吗？抖抖已经不见了，消失了。哦、对。拆那个墙壁的门哦，啊，对，三楼有个假门，对不对？刚才有观众说三楼有个假门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哦，你说那个门板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假门！哎、欸，拆下来了。获得了门把，没有门把打不开。
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其实这个主角还蛮强的、欸。嗯，对啊，修理安装一流，真的、啊，他什么都会啊。哦，来到了这个不知道起到什么地方。这地下墓穴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啊？打火机，好暗哦，怎么那么暗？哦，洋房呢啊、哦，也是蜡烛。哦，密室，是密室。谁的房间会长这样？木村一夫，你家到哪？监牢哎、欸，获得了地下室钥匙。你呢？有必要笑这么大力吗？哎、欸，你还好吗？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今天好累哦。啊，无盲点。这所以这样要什么关起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哦，吓死我！丢，干嘛啦？没看过、哦，还眼线呢哦，骚包。丢，好可爱哦。喝一口。嗯，屁股痛就说嘛，死掉了。哎、欸，他不会回马枪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。这游戏有回马枪系统吗？没有。一开门就砰，就很贱。没有。超级回马枪。为什么房子都有地牢啊？地下室一楼的钥匙。我刚才取名叫逗逼算了。哎、欸，开了。怎么了吗？是美香。哦。哎、欸。我去救他。看来应该是要喊那个了。卓郎。无盲点绅士逼。他已经先上了。他看我哎、欸。好恶哦、喔。看他屁股、喔。很翘。叫啊！你大家过来瞪你。那我是那种卡斯战术，死了啦！美香往生，美香族，你看看，神闪避呀啊！还活着吗？死掉了，怎么办？赶快趁机去把他内裤脱下来！不行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！可恶！角度不对，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可以卖给卓郎，你不要不懂装懂。逃命的时间，把拿一些可用的东西。在要紧关头会拿，可以，可以呀、啊。你不要，这游戏是我在玩还是你在玩？那你把内裤拿下来啊！我还是去地下室好了。然后卓郎搞不好也当然死掉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没办法给他内裤。有什么地方、啊？什么拿不到。玩游戏。你还是玩的很开心啊。哎、欸，有东西在上面。推椅子，推椅子。好、啊。这样行吗？一字螺丝刀的心哦，这样可不可以把螺丝起子合在一起？是不是？噔。就是。对对，然后把它推到楼梯下。对。然后你要再重新再推一次。有了。地下室牢房钥匙，怎么又那么多牢房啊？你要不要先？这游戏牢房大概有几个牢房？你跟我讲。哎、欸，有炸！而且你刚没有脱内裤。原来没死啊，美香！哎、欸，美香！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问题。发傻！喂、欸，果然我还穿墙。他长得要那个什么？不准笑那里面的黄金传说。那个谁、欸、啊？黄金传说那个啊？我觉得他长得像啊，美香，不要提。我觉得他长得像。现在還多又多个新鬼是不是？多美香鬼。好，我们先用打火机点亮一下。啊，好暗。应该要找那个吧，跟刚。